同学们，我今天要教大家画的呢，是晚清一个海上画派里面的很有名的一个画家，叫胡天明，也叫胡章。他画的花鸟画呢，是弓线兼顾的。你看，看起来很工的，但是它也有那个斜的笔触的。那这是一场翠鸟，翠鸟呢，我把它画成了像白描一样的东西，这样呢，这个笔画呢，容易看得懂啊。怎么起笔收笔呢？看得出来。那么我们呢，先呢把这个翠鸟画出来，再加上一个米虾，好，我们开始画啊，用小白笔啊，水要干一点啊，先把眼睛画出来。眼睛画好以后接下来，它的鼻孔位置干一点，眼睛那么嘴巴比较长的，怎样啊？眼睛部分，用干笔，画出他的头部，笔干了，你用的慢一点，他的肩膀画出来。翅膀，用笔，下去，好，尾巴是短的，好，我们把它的脚画出来啊。这样呢是上钩的，上钩，它这个嘴里呢有一只虾，我们把它画出来在这一部分把它虾的头部画出来，先把眼睛画好
虾的叫，哎，它的长钳啊。这个都是上钩的，哎，胆边，这个胆边的都是中缝，哎，记住，都要中缝。每一遍，哎，都要沉住，哎。它的须，哎，要有力，沉住，不要飘，哎，这样。你看，要轻而有力。好，那么这个虾呢，你要用蛋白，软特它的立体感。这生动的啊，画面出来了啊，它的嘴啊，这里还要画出一点。好，我们接下去呢，就画那树枝了啊。这个是一颗柳枝啊，柳枝呢，它也是上钩的柳叶，上钩的柳叶啊，下面要衬托几张。这里的墨呢，可以重一点。好，上面呢，再画几个柳枝、柳叶，哎，也是上钩的，画得很飘逸，很轻松。好，我们就再演示啊。我们先在那个鸟的嘴巴上，
抓上红的珠标，稍微放一点藤黄。它的胶也是红的，眼睛的眼圈呢，我们加上淡黄的。好，那么它的虾呢，我们可以放点焖肉的，60，淡淡的焖肉，好，那么在这个柳叶上面啊，我们补上青色啊。淡淡的墨青。用扎实。加一点墨。柳干啊，柳枝啊，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，好，可以了啊，我们接下来再换一副啊。同学们看啊，在画布上有怎么一副，也是胡天明画的啊，他是菊花。跟那个螃蟹，这个处理的非常好。菊花呢是伤口的啊，那么螃蟹呢是点缀的是墨的。菊花用颜色，它是用墨，很有味道啊。那么我们先呢把菊花画好，大的菊花先画出来。这个是伤口的菊花。我们用笔呢，由浓到淡，一笔一笔的接起来。下面，侧面的一朵花，这里有三朵花了，这里还有一朵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还有几朵小的黄花。
好，我们画上树根，树根呢用扎实啊，扎实的用墨，再调一下，变成蚱蜢啊，从这里发根。再放一点绿的，我们把菊花的叶子点上啊，我们用大一点的笔，花青、藤黄花青跟藤黄啊，调一下，花青多一点。我们在上面啊补上，有点枯，哎，菊花小的菊花呢，叶子也小一点。哎，你用笔，哎，你可以沉重一点，让它水分，哎，都生化开来。好，我们把它勾进啊。一定要趁势啊，趁势勾。上面用蚱石画上一点，哎，枯梢。趁色的时候，点上一些，斑点，等叶干了以后再加花的颜色啊。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黄的，再加黄的小花啊。
称它是的时候呢，再用朱标点上一点，中间点上一点啊，那么用花青啊跟胭脂在这个点上衬上一些紫的颜色，白花里面呢有点带那个青莲的紫色，在中间用炸石加藤黄点上心字，好，那么他们叶子干了嘛啊，在叶的后面补上鞋啊，胡鞋呢我们用水墨来画啊，就是一只大白鹰啊，写在这里啊，它的刻上一点哎，写的刻啊已经出来了啊，那么前面呢两个写情啊，好，出来啊。那么它的胶呢，就是这个淡墨水上啊，沾一点点浓墨，哎，就这样中锋，哎，你看啊，从下面的画起，一遍，哎，这样一遍，这样啊，这样一遍，哎，这样一遍，哎。再一遍，一遍啊，你看它的有立体感啊。这里呢也补上脚，哎，稍微露出一点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画一个哎。正面过来的，他的上前呢在前面，这里呢画上他的嘴巴，正面的啊，那么它的体呢，拽一下啊，一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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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这里浓一点的，好，两个螃蟹出来了啊。好，我们整体看一下，好，可以了啊。这是胡天密的一种画法啊。这个后来呢，席博士呢也是在他这个地方学过来的。哎，那么胡天密学什么呢？学那个明代晚年的一个陈白杨的这种画法。好，同学们，这节课呢我结束了，接下来呢我就要临摹那个吴昌色的画了，再会。